书友们一起来写下成语石壁方丈。这一笔从这一撇下去的时候是个最高点，点完之后然后往这边递上来，这一点呢当然是最重的，往这边缓慢的收笔，方字这撇呢是比这边呢还要偏高一点的，蜡笔呢，也是可以稍重一点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对于这四个字，我们写到这里。